一只拳雷打下到腿开开。十六会偶像全国 Rave 被看光。或许是太紧张，面对观众其生涯第一支拳雷打，秋山真绪就这样腿开开在全国观众面前露出白色小裤裤。翻社网路，大意失荆州。日本老牌女子偶像团体早安家族成员秋山真绪25日与友人一起前往球场观看比赛，没想到第九局千叶罗德海洋队选手敲出一支拳雷打，直直飞向秋山真绪的方向，结果摄影师就这么刚好捕捉到了他走光的一幕。影片事后被 PO 在网路上疯传，不过也有人认为不妥，人家才16岁，这样是犯法的吧？这是我第二次来现场看比赛窝。秋山真绪25日亲赴棒球场替喜欢的球队加油，比赛过程还不忘打卡拍照上传社群网站，不过或许是太紧张，面对观众其生涯第一支拳雷打，秋山真绪就这样腿开开在全国观众面前露出白色小裤裤。有人谴责散步走光影片者，不过也有粉丝称赞他敬业，果然是白的，真不愧是偶像。即时新闻中心综合报道。秋山真绪25日亲赴棒球场替喜欢的球队加油，比赛过程还不忘打卡拍照上传社群网站。翻社网路，有人谴责散步走光影片者，不过也有粉丝称赞他敬业。翻社网路。